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组装汪汪队阿奇。先装上前腿，装在这里。好了，再装外壳。外壳装好了，然后装上后腿，在这里也装好了，还有尾巴装在这里，小尾巴装好了，翻过另一面开始组装吧。也是先装上前腿，好咯，接着装什么呢？是外壳，装这里。外壳装上了，最后还有一条后腿，装在这里。当当，你们看，阿奇的身子已经组装好了哦。再组装头部，转个身，装在这里。这边装好啦。还有另一边，另一面装在这里，头部组装好了哦，戴上蓝色的帽子，装上耳朵，还有这边的耳朵也装上。耳朵装好了，还要贴上眼睛，先贴左眼，贴好了，还有右眼，要小心对准哦。眼睛都贴好了，快看，汪汪队阿奇全部组装完成了，阿奇可以这样子站立，还可以握手。让阿奇去吃东西吧。就在这里吃东西，吃一根大鸡腿，真好吃。再吃一块披萨，披萨好香啊。让阿奇站起来，吃一块大排骨，吃完啦，再坐下，最后再喝杯水。阿奇吃饱喽。